艾琳的斧头也是在自己制作出来的吗？啊，谁知道呢？算了，还是先往前走吧。哈，你不想拿那个斧头吗？我觉得你可以拿一下。你要在两个女孩子面前展现你的男子气概啊，懂不懂？玩玩铁棍，铁棍没有用啊。坚硬的铁管比看上去还要重，长度不到2米，没用东西。铁管我觉得是最没有用的。那打感觉用力真的，即便是打人用力，奥利佛。你来了吗？我等你很久了，艾贝尔。我来了。本来我是不想来到这种地方的，不过既然情况都已经这样了，那就干脆挣扎到最后吧。妈妈妈，先冷静一下。好不容易才到这里，先参观一下029怎么样呢？029？你是说眼前的这堵肉墙吗？说的没错。哇哦，肉，全长100米，重量8000吨，为了把这个怪物送到地上，需要惊人的能量。也就是说，我作为罗比利亚干部的使命，也是我的工作。可这肉块看起来没什么攻击力啊，你丢个肉块上去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怎么样呢，艾贝尔？你对这个怪物有什么想法呢？糟糕透顶！说得好，我很高兴。那么，这里有通往地上的升降机吗？啊，有啊。我想你们应该已经注意到了，紧急出口的附近的升降机，对吧？那台升降机能直达地面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艾贝尔，你不是最擅长读心术了吗？很不巧，这对你好像没有用。真诚实呢，不过我并不讨厌你这一点呢，听起来是怪怪的。倒不如说我还挺有好感的。就算你对我有好感，也只会让我觉得困扰而已。那么距离时间还剩下2小时53分钟，好像还有很多时间呢。奥利佛，有些事我必须向你确认一下。什么事情？这些怪物你被杀死吗？谁会告诉你啊，天才哦，问这个。不知道啊，我们的艾利佛怪怪的。奥利佛。还有奈落的上浮能被阻止吗？最后罗比利亚毁灭这个国家到底为了得到什么？你是要问我这些问题的答案吗？因为只有你能答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呢。艾贝尔君，你还真的是有个有趣的家伙呢。我就特别回答一下你的这些问题吧。这两个都能做到。另外，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身后这台机器，其中一个按钮就能做到这些。什么？那么艾贝尔，你打算怎么做呢？这不是很简单吗？你以为我会掉以轻心？不管怎么想，这都一定是个陷阱吧？也是呢，毕竟你之前就已经掉过那么简单的陷阱一次了。不过这次就由我来告诉你吧，不论是杀死029还是阻止奈落的上浮，这台机器都能做到。那么最后关于毁灭这个国家的理由，这个嘛，没什么说的必要呢。好了，我已经说很多重要的情报了，现在该轮到你们了。在得知这么重要的情报之后，你们打算怎么办呢？
这种事情早就已经决定了。打倒你，再操作你身后的机器，停止这一切。那样的话，这个国家就能得救了。就得救了。然后，你们所有人都能回归原来的生活。你还真的是相当亲切的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。是啊，毕竟我现在很无聊嘛。我的任务呢，就阻止任何除了我以外的人碰到这台机器。你们三个一起来打倒我，偶尔能有这么简单的游戏似乎也不错呢。那个奥利弗，怎么了？你这话是认真的吗？看起来你身上并没有什么武器啊，而且你也没有同伙。相比之下，我有这根铁拐嘛，像这种东西怎么样都无所谓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只是想说，我们这里有魔人艾琳，不管怎么挣扎，你这个人类都不可能有任何胜算的。哦，不管怎么想，我们都赢定了吧。所以呢，如果还不想死的话，就赶紧从那边给我滚开。我觉得我们男主应该没有那么有男子气概才对，来讲这种话。你现在根本就狐假虎威啊，你现在完全 有艾琳在身后就讲出这种话、啊、如果是你一个人你敢讲这种话？你是在威吓我吗？别光是嘴上说说，你来试试怎么样呢？可恶，这家伙怎么这么游刃有余。艾贝尔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觉得只有艾琳在就一定有办法呢？回头看看他的表情吧，他可是一副有什么想要告诉你的样子哦。啊，他应该肚子痛吧。艾琳是他不想这么做的，还是说有别的什么原因呢？怎么了艾琳？你是说你可能压制不了他？难道说你和艾琳一样是魔人吗？真的是魔人。你是说这种 Q 版画风我实在激情不起来啊。没错，这个 Q 版画风要激情起来真的是有点奇，很微妙的感觉。很遗憾你说错了。那么到底想知道的话就过来试试啊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手下留情，绝对不会杀了你的。001，这个声音是，这个001怎么一直死不了啊？天哪，这个太强了吧！牙齿掉一颗了。蛇 A4001，这里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啊。那算了，既然来了，就陪他们随便玩玩吧。艾琳打一下就下去了吧？难不成魔人有更上一层？感觉他是身上有可以控制魔人的一些武器或者是能力，甚至有什么道具，例如一个按钮能让他的那个魔人之斧给直接 消除他的能力这样的，有可能。可恶，魔神应该不是。哎呀，哼，就这么想和我玩玩吗？你一个实验体，胆子还挺不小的。他竟然窝里反了。还是说这些魔人之间是没有任何的上对下的关系啊？他竟然反了。真是的，你到最后都没有派上一点用场啊，001。你已经够碍事了，消失吧。好，一把枪就可以了，真的假的？那么强？果然枪才是最强的武器。这 BGM 怎么回事？啊？奥利弗，你的手。
哇！啊，艾琳死掉了。艾琳，虽然打穿了，但弹道却是偏的。然后，就像预想中的这样，你成为了埃贝尔的盾牌。艾琳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呢。如果抛弃埃贝尔军的话，你的右背应该就不会有事了，而且还能对我进行反击啊。妈，不过就算反击了，我也有相应的对策，就结果来讲，也一样是毫无意义的。不，不要！哎，又跑走了！哎妈！那个女人又逃跑了。奥利弗，你这家伙到底对艾琳做了什么？只是用左臂的反器材步枪把她打穿了。反魔人的步枪吗？在那之前，你应该先感谢一下艾琳。本来呢，你的脑袋应该已经被炸得粉碎了。你的身体到底怎么一回事呢？我的身体除了大脑以外，全都是机械。提到机器人的话，你应该就能了解了。全身机械的机器人，原来如此。难怪我无法读取你的心情跟感情。那是当然的，你的能力和无机物的相信非常差，这是很容易就能提出的假设，所以我才可以堂堂正正的和你当面讲话。艾贝尔，对于我的行动，如果你再能多动点脑筋的话，应该就能注意到我真正目的了。那种东西我怎么可能会想明白呢？该死，我还以为你会死呢。艾琳，可恶，不赶紧止血的话。奥利弗，住手！我投降了，求你了。那个投降，就是你为了活下去而采取的最后手段吗？好吧，毕竟是第一次的投降，那我就勉为其难接受了。不过呢，既然投降了，那也必须要听从我一个命令。艾贝尔，现在带着艾琳一起跳下去吧。跳下去？还有更下面吗？是啊，这下面是029大量摄取的血液的储存场，你就跳下去给029当作食物吧。无论再怎么挣扎，我们都只有死路一条吗？反正时间已到，所有人都得死。那你呢？你会怎么样？你以为死吗？艾贝尔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还先冷静一下再问话吧。我要是死的话，谁去向罗比利亚总部提交完成报告呢？这不是当然的吗？无聊的话题就到此为止吧，我对你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。该死！好了，带着艾琳从旁边掉下去吧。对了，也说说这句台词吧。抱歉了，艾琳，不过这都是为了你好。那么，我就在大发慈悲等你们十秒钟吧。还有什么能做的？九、八、七，真的要在这里结束了吗？哎妈，你最好跟我出来哦！你最好是拿着什么武器出来哦！但我真的会对你心寒哦。六、五、四、三，我的人生还有艾琳就要结束了吗？你完全不理艾玛。三、二，可恶啊！啊，掉下去了。到那边去了吗？不过，作为完全魔人的艾琳，身体居然这么脆弱。本来以为能够在实战中得到很高的数据呢，真让人感到失望。这样的话，
不得不向总部提交修正报告，可不行啊。哦，说起来，还有个逃跑的家伙呢。反正还有时间，那就陪他好好玩玩吧。哎呀，我最后还是到血里面的嘛，说那么多，前面都不敢碰血的。二九，该不会一路打到零一吧？应该没有，他们是随机出来的。零一，我们刚刚已经打到了，刚零一已经死掉了。好感度不够，但我即便跟他们好感度够的话，我跟艾琳好感度够，他一样会在前面挡住嘛。那我跟艾玛好感度够，我不觉得他艾玛会保护我。那艾玛在这里死掉的话，也很奇怪啊。艾琳，你没事吧？艾琳，对不起，我什么都做不好，什么都派不上用场，对不起了，真的很对不起。摇头，他手会得长出来吗？哦，零二九，现在发现上面，我要成为零二九的食物了吗？这一次。恐怕是真的陷入绝境了。那个艾琳，也许这就是最后的机会了。让我说一点自己心里话吧，你想干嘛？不对啊，我跟你好感度没那么高，应该不会告白吧？我不想让你死。你已经救过我很多次了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其实只有你，艾琳。他手还是长出来嘛？嗯，我看怎样？这个，咦，这个不会有问题吗？等一下，他穿的有点少哎。你就是零二九？谁？嗯，还会说话吗？嗯，那个，我们会被你吃掉吗？我有个请求，只有这个孩子，只有艾琳，求求你放过他吧。我怎么样都无所谓，只有他，请你放过他，求你了。肚子饿了，你看起来很好吃，是吗？那你就尽管吃吧，只要你能放过艾琳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能让这孩子活着回到地上，到地上后也请你不要袭击他，可以吗？嗯，你想吃啊？我知道了，但是艾琳，只有艾琳。嗯，啊，要结束了吗？这个人对我非常重要。我刚没有开错档吧？我现在就要过去，然后只要吃了我就好了。之后艾琳的事情就拜托你了。嗯，等艾琳的手长出来之类的。嗯，摇头。对不起，但是艾琳。但是请理解我，我也是，我要开动咯。我要开动咯。哎，等等，先哇啊，我被丢进来。我这里是哪里？艾琳他没事吧？我和艾琳好像已经被他吃掉了。我居然没有死。这应该是不会被 ban 啊，该漏的东西都挡好了。我跟你们讲，我连新世纪狂欢都没有被黄标。可以，这应该还好啦。我的台应该算是评分很高的，所以应该不会随便被黄标。喂，为什么艾琳也一起被吃掉了？她现在没事吧？
冷静一点，他没事。不过在别的地方。什么？难道你能让他手恢复原状？艾琳，他，你到底他做了什么？因为他的手臂断了，看起来很痛，所以要把他给治好。到底怎么一回事？能治好吗？治得好哦，我把我的万能细胞和他的 DNA 结合起来就能治好了，现在应该马上就能恢复了。另外在这里的话，那家伙的耳目是发现不了的，所以请放心。那家伙，你说奥利弗吗？应该就是他了。那家伙总是用摄像头盯着我，所以感觉很讨厌，好色，尤其是用 X 光看我体内什么的，真的非常讨厌，好色。不过这地方是绝对不会被看到的，请放心。那个你怎么了？你是在帮我们吗？你不想吃掉我们吗？我已经吃过了，之后的事情是我的自由。果然是这样吗？倒不如说这样对我来说反而比较好，谢谢了。艾琳他，对不起，艾琳他现在哪里？能让我去见见他吗？我知道了，会为你打开道路的，只要走过来就行了。真的是地狱菩萨，不，地狱的女神。但是他为什么要帮我们呢？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为什么下这种 BGM？ 这边应该还是没有支点啊，但是好像我印象中好像跟这个女生艾玛、艾琳跟这个女生还有跟所有人没有任何关系的四条路各有两个结局。为什么上不去？这家伙真的很好，讨厌，讨厌 boss， 他不想当 boss 吗？可是还是他有个计划是想要当最后的反扑这样子。哎呀，这打开的感觉好不舒服。哈哈哈，在他的身体里面也有电梯哦。不急。噔噔噔噔噔，迷之石是吧？哦 ，nice， 那这个进度档可以好好存。照理说，一个章节一个迷之石。这个眼睛是一直监视我的行动吗？多多弯瓜，奥利多是什么？奥利多水，好喝。以前肚子痛的时候都喝这个。小千晚安，哎。哎，等一下，他该不直接全躲在我前面吧？吓死我了！哎，这是全躲在我前面，救命啊！会被喷吧？好危险啊！